洗衣机最强外挂纳米气泡闪蒸器，难洗的酱油膏，逼人的烤肉酱，常见的咖啡污渍，容易染色的泡菜，小朋友最爱的番茄酱，相同衣料材质对半剪开，再放在中央排风扇吹干半天，随后拿去洗衣测试。画面左边装有486的气泡产蒸器，右边则为一般正常方式。清洗完之后，比对清洗结果，画面右边的污渍相对明显许多，清洗结果一目了然。每 cc 产生的2180万气泡，让清洁力更加强劲。30秒内让洗衣机直接升级，安装过程相当简单，直立、滚筒都可以安装。486团购期间限定 Nano Bubble 纳米气泡产蒸器1+1组，纳米气泡接头直接安装在莲蓬头上，让洗澡也能享受纳米气泡。486洗衣最强外挂，再脏再臭都不怕。享受最优质的售后服务，就在486团购。